天要跟我们介绍这个是压车机器了哈。哦，你这个在里面就可以作业了。没有，这个太 low 了。我们又带另外一只哦，更厉害的，我们要充电的。这只是要插电的，要有延长线。这要插电。我另外一只是电动充电的，直接按。直接按。不用插线，插不下来啦。对。哦，所以你这个是配热水管上二楼的。那热水管要上二楼的。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是热水器的管会在这里。这个。外墙放在外面哦，阳台那里。然后这只是这一面看得到的。嗯，这是另一侧的。对。对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三个东西包起来就看不到了，都是在外面，没有在里面。你会再把它凹出去？对，会往外。那现在盖起来，怎么弯？哎，我那个。这头等人家送过来，我就压下去，转过去哈，转过去粘它。哦，所以就是这个有弯头的90度，啊，那一个还没有，这样不错，还没有，就空空的，啊，就一个90度朝墙壁那边，这样热水器就有头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你也要接一个。90度投出去，它两个是一样高。对，了解。它等下那个是插座。哦，那一个。哦，插座。哦，这个是外面热水器的。热水器要接用的插座。哦，有需要一个哈，因为现在都电的。因为现在你的热水器一定都是电，强制排风。对，都要电。一定要插电。没错，嗯，设计周到哦。所以这是水管要上去嘛，哈，这是要去屋顶，上去五楼水塔，哈，对，是上水塔，对，啊，这个也是意念控制器，也是上水塔，就是还是上了水塔的浮球，浮球，哦，这一根的，哈，OK，师傅好，我又来了。哇，继续烤管哦，这是电管，对，它怎么弄那么高啊？卡座，哦，这个90，哦，啊，卡座90高，90哦，啊这个也要这个90，那一颗地卡，那一颗70，没有也没有，是弱电的系统，哦，那一颗70，哦70，所以你这都有规定的，对，对。因为它图上会标示，地插的在这里的哈，对，这个这两颗30，这两颗就30，绑的，因为有距离哈，对我用绑的，啊，它这是一套了哈，对，所以没办法拆掉，干脆就留着，对，我那个是它灌下去也会吃力哈，我那个是比距离用的，正常它这一颗是20，一般如果我们是在绑膜上的话，我们就会用锁了，但是它这个是隔壁的房子不能锁，对，它不给你锁，对，哦，了解，所以这个孔又跑到这里，对，然后这个递上来，反正它来一根就可以接两组插座，然后再连成一组，连成一组。
就是线盒的快速接头，哦，有没有看？这个线盒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它的零件，啊，哎，分享给大家。哦，来看一下水电的这个。电的插管工法，比楼上的冷气排水哦，冷气哇，冷气排水这么大声，一般我们家里都小小，没有，这个是六分的，啊，这是干管，哦，干管，对，会汇集到这里来，哦，这面墙有一只这个，嗯，对，这上去之后每一层楼都会用这一只开出来当支线，会流到这里。所有的废水跟雨水都要分开了，嗯，所以它会做它是排到就地排的水，没有，现在就都直接出去外面。哦，因为这很干净啊。你看师傅以前绑的这个塑胶袋，现在就有用，开了，现在就可以开了哈，开了就干干净净，不会被污土倒进去。什么时候？现在开了就。习惯了，拿去耶，就算烧到眉毛也就算了。因为我以前头发还比我很长。哇，你这也太强了吧！三两下就水管跑到这个墙壁的钢筋里面去了，然后就可以跟这边接起来了。气排水干管也是要用烘烤法啊，喷灯烘烤法。平常我比较习惯拿来烤木炭，欸，很快哈，哦，一下就烤，不用那个，不用种子，我种子没用，用这个最快，喷灯是最强的。嗯，淋一下那个胶水，插下去就好了。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耶，干，马上就搞定一只了。反正在墙的部分先做给他了，一米二。他要先灌到120了，只灌120。他问题是灌太多，太大了。这是因为，跟隔壁的共同壁，你不能动到他的墙壁。对，我变成我们只能自己拉自己的。我们自己拉我们自己的板模，所以分两半比较安全。一下子就炸掉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应变功法。自己拉自己，这就会有这个问题。对啊，变成它像它那个螺杆会固定不了。好，现在请师傅来介绍一下台电电表，它怎么接进来？现在一般的台电电表，表前开关跟表后开关。所以你配的是这里。对，那时候我老板配的。哦，你老板配的。上面这是台电，这个因为我们挂上去之后，会把表前开关打开，这个开关。对。这个跟家里一样，有20A、30A、60A 这种。啊。那改天我再组插座，那插座在下面了，坐在下面。对，有插座他们就可以拉去用。那我再去做。对。好，谢谢。今天这个模板工板模的进度是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一楼的
墙面，哦，水电来做了些哪些东西呢？哦，这个柱子上它做了这些插座开关，哈，直的、弯的，你看，它还烘管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，这可能是客厅的哈，客厅的地方它比较多。比较多电线和插座，哦，这个是插座还做了一个弯头，哦，从地上爬线上来做弯头，然后线还可以爬上来这里上面，所以这里也会有电，然后这边是地上下去的可能是资讯管啊，地线从地上爬上来，就爬到这一面客厅的电视墙了。电视墙后的这些哦和这些盒子哦线路哦，所以水电做的这些东西哦，然后再来就是高点的地方，它有做一个盒子哦，那这个盒子也是220伏的冷气哦，因为这是大客厅嘛，所以它会有高的地方要冷气的，然后这里也都是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，所以这个空间也有一个，然后这个柱子也有一个，可以通到上面天花板下来。哦，那这个可能是那个开关吧，这边电灯的开关哈，那，哦，然后它会上去接到天花板过来这样，哦，所以好，哦，那这边也有墙壁的插座等等，开关等等，哦，所以水电的工作就是它在按摩工来做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同时进场。然后把这些插座还有开关的都把它可以配进去，哦，所以他们今天就是同步作业了啦，哦，这样子，所以他们都息息相关，哦，任何一个人 delay 就会影响到后面的人，哦，所以水电的部分呢，它就是负责这些，把这些线把它接通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一楼的空间的这个水电配管，大概就是这样配的，哦，这沿着墙都配好了，哦，这样 OK， 好，可以看到这边水电呢，它把这个盒子呢，哈，电箱啊，弱电箱这些都拿来这里预备，哦，你看预备要钉在这里，因为这下面很多一排管子啊，可能明天他要把它接上来吧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烤漆完了，再来就是这个，这边有一只，哦，这是雨台，那边也有一只，哦，这个今天水电也把它配好了，哦，上去了，哦，啊，这个雨台呢会在哪里？它就是这边，哦，这个绑钢筋的会绑上来，哦，明天绑钢筋的就会来，然后绑上去以后，这个就包在这个墙筋的里面了，之后灌浆这么厚的话，它就会在里面 OK， 哦，它雨排不是在这个主要钢筋柱里面，哦，因为这个很难维修了，它在外面就很好维修，这里如果破了或者干嘛漏水，这边可以挖洞出来解决，哦，那但是在钢筋柱里面就没办法解决了，所以现在都是这样的配置，哦，包括那些夹柱也都是这样。以上就是在板模工来钉的时候，他就要跟着进场了来做了，然后包括这个绑铁的这个钢筋柱弄好了，他现在
板模弄好了，它接着也要进来绑这个墙壁的钢筋了。墙壁的钢筋就会绑成什么样呢？墙壁的钢筋绑最后就绑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那样啊，就是那边这些这样子的墙壁的钢筋啊，纵横啊，所以这一面也是会这样绑。所以绑钢筋的人也有得忙啊，这边也是啊，这个都要哦，墙壁的钢筋要绑，开始要进场。OK， 好，以上分享了，拜拜。